好的，比赛开始，这里是2024赛飘春季赛常规赛的比赛直播现场，来到了双方 BO3 的第二张地图宫殿所，这边是由成都 AG 首先担任前锋方 ，E-Star 担任保卫方。本枪之后可以看到欧的话也是选择了玄武这把枪械，没错，嗯，就确实是武器库欧这边。草莓的一个选点是来到了连接方向，还是要打狙？嗯。中路的烟控散，看看成都 AG 什么时候要来清一下这边的一个壁通。这边是给草莓旁边直接配了个保镖啊。嗯。而且是小雨一直在取道具的。是的，小雨这边就是护草莓周全。草莓这边的话也是把那个闪光重新来到小坑。那必须正面最后一个烟雾弹，小雨也是交还到了这边的一个壁通方向。辅币并没有选择回到这个 B 区。是的，因为 B 半区其实给到华仔的压力近乎等于是零嘛。对。曲子小道拿了一波信息，目前是没人的。中路这边 A 一有开枪的声音，你要放一个钉子，回头直接打 B 吗？哎，刚刚好，其实是有放点的。但是这个时间节点你迟迟不来，三号位的小雨已经补到了 B 包点。华仔这边的一个点位选择是很大胆，但是第一枪空了，看看第二时间让出枪位，包点这边。一波扫射，两个残血，小雨拿下了这边的一个首杀。第二时间的话，小道口方向能不能帮助拦一口呢？欧的位置是一个藏点，血量不多。欧这个位置能藏住吗？藏住了，先打了一个。那后续也是被华仔收下。那这样的话，只剩下 DO 自己一打三的一个局面，时间剩的不多，只能先买放 C 四。是，保卫者都已经来到了近点。近点，第一枪烟雾里先打一个。DO 还有机会吗？而下的位置又发现再打一个 DO， 最后一个人在小道，手枪一发直接带走对方，又是在烟雾弹当中的发挥，又是极致的个人能力，帮助到队伍化解了一个非常难的残局啊！而且拿到了这样的一个残局，看到的是 DO 没有任何的表情啊，真的是一个冷面杀神呐、啊！没错，大心脏的选手。哇，太夸张了！一会儿导播老师可以给我们回放一下这三枪，因为埋放这颗 C 四的时候，第一时间 B 大先给了一颗包点闪，然后小道的位置又砸了一下死点埋包这个位置的这颗雷，是吃到这颗手雷之后，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44血，可以说他在这种关键性的一个点位选择的没有任何的一个错误，没错。主要这几枪太关键了，最后一个人还是穿了一枪爆头啊！嗯。那上一分再来回看一下，先杀到包点，解决包点的人之后埋 C 四，这颗手雷是出现了一点点瑕疵，是的，没炸到。但这两枪反应太快了，尤其是最后这个，你看看这个手枪，而且是一个穿爆、啊，是的，穿了一枪头。中路这边来近点，有发现小兵，一近点拿信息，看看第二时间还是要来清一下这边的壁通。目前 B 区的话也是两人的一个防守，华仔以及小雨。现在保卫者已经没有任何的一个烟雾弹了，一颗手雷炸了一定的血量。上一分对于 Star 来说比较难受的一个点就是开局华仔这两枪的一个空枪啊，是等时间差，闪身抽一枪非常精准，先把 DO 解决掉。保点的位置依旧是小雨，又是穿了一个大残线，就在三箱，两个人能不能帮忙？后点的位置直接收到了加尾，三箱的位置还在绕。这样的话，又是回到了一个三打三的局面。这边必通方向，小兵，保点一个，枪法失误了呀。全收到了，没能拿到关键击杀，这个三打三残局不太好说。知道必打有。知道我没见，那小道图吗？我给你丢车。嗯，给，等会儿，完了，
正面东山的位置，小杰这边吃了一颗闪，后续能不能配合得上欧和宇大帅？欧这边先解决到了曲子，同时主动出击解决到了小兵，最后一个人就在小道。二打一，讲求纪律性的时候到了，成都危机这边再次收下残局。没错，这一分比较关键的一个点，其实是小兵 B 大这个位置，他没能第一时间把台下位置的小杰给解决掉。对，因为小杰那个点其实是来到台下是为了捡包的。是的。来到这样的一个残局当中，成都危机再次体现出团队的一个强大。就目前这两分打下来，其实比较像图一开局成都危机的一个局势。第一时间其实一 star 多多少少也等于是拦住了一口，但后续打这种比较军事的一个中残局的情况下，有点难受。包括第一分输的那个一打三，等于是完成了 DO 完成了个单人的一打四嘛。看一下，还是这样的一个开局，保卫方最后一个烟雾弹还是留在了这边必须的一个正面。这边还是换站位了。连接的一个重防。那这样的话，看看成都危机有没有想上中路的一个欲望。而且这样的一个阵型来说，拿首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阵型应该是最早 LGD 比较喜欢用的。就选择把飞二楼的方向全部交给这杆狙了。对。来看一下曲子第一时间这个横拉没有发现到潜伏方这边拿下首杀加尾连斩两人，近点的话还在举道具，小坑这边锁在了书房，草莓收一个，这位置也是被确定了呀。那这样的话 A 包点对于成都 AG 而言可以长驱直入。是第二时间的话手里也有非常充足的这个道具去限制你，双狙的回防难度系数非常大，而且经过第一张地图之后啊，相信成都 AG 不会再给你这种人多打人少的翻盘的机会了。这个时候就是讲求纪律性的时候，再续上烟雾弹，合理的安排自己手上所剩的这个道具。哎，草莓偷一个，但是已经锁敌了。嘉伟这一波突破非常的强势，单局也是拿到了一个四杀。我们来听一下 E-Star 这边的一个暂停期间的一个交流吧。没事，给他们。打玩枪就行了，不用给我。我要再见，都是汗。没事儿。如果下次还有那种机会，就是他鱼苗补到 B 了，你就在外面玩呗。华仔。我意思你可以去 DO 那呗，就那个闪身那儿，懂我意思吧？知道。对呀、啊。你可以去那了。不用回来了呀。没事，给我玩枪就行了，然后下次。看安静，把每个店看干净就行。我怕这有把狙。不是你不用怕这有狙啊，你闪身一个小身位他能给你狙了吗？只要进攻点你知道吧，我感觉不会加这儿了。行。没事儿。我意思是啥，先这把连接。行。如果他大坑有人的话就不着急，咱们就继续控到最后，你就再去排一下。带上三四个人去排一下二楼，把他排了，直接就飞了就行了。如果没有人的话，我们再从头机从长机一玩就行了。你先排近点。那个厨房是在哪？就那个厨房箱子。不是，你先排近点，机枪有没有看你的？再闪小车排远点。好，行。远点没人就在包点。行。要贴箱，就玩一把。就我站那，加油。成都危机这边亮亮也是给出了一些指示啊。对。尽可能的还是通过仅有的这个时间去进行场上的这种控图。没错，而且刚刚 OO 和 DOO 的一个交流能够看到，可能 DOO 这一份干的活可能是之前 OO 干的。而且这一次的话也没有发出灵魂的这个质问。你怎么不去看来 O 队还是 OO 啊，有点权威在的，在队里。现在来说的话，通过前面三分啊，可以看到成都危机这个进攻打的就是消耗。首先就是尊重你这个烟雾弹，把你手上这个道具全都消耗之后啊，后期，
然后这边跟你打一波。前点不让你拿信息。这种防守比较考验一下 Estar 这边看一下，常规防守的一些防守能力了。我对，去，你去吧。尤其是正面去。，AE 这边要没很有，轻。没见上墙壁。小雷来了，再来一个说，DO 可能要排一眼这个 E 啊。哎，刚刚好我有去吧，错过小兵黄房口的这个点位，啊，刚两刚边时间好。差。草莓支架位打一个，可以收回去，还是在近点。今还天想的话，再拼一枪吗？哎，近点到人，有看到吗？有发现，再打一个。那曲子这个点现在被孤立了。一个，去观察了，去观察了。而且华仔这个点掉了，大部队直接走，回头打 B 了呀。干的，曲子三号位赶紧去补点。没有，直接就下。走。考验小雨的时候到了。灭了。之前他在 B 区正面发挥的还是比较不错的。想直接来雨大帅的这个藏点呀，想不到了，漏脚步了，直接收掉。另外一边三号位的小雨包点藏住，打了一个，能不能保住命？拿到了双杀，时间剩的已经不多了，自己保命就可以了。是，这一分还是小雨关键了呀。那这样的话，小雨和草莓两个人的发挥，帮助到 Estar 这边成功拿到了图二的第一分。是的，连接方向拦住第一口，把这个人数优势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虽然说华仔掉点之后快速的进入到一个三打三，但是小雨这边的一个临场的一个判断啊，非常准确。而且雨大帅的一个选择呀，他知道只有30秒了，而且对方是一定会有探这样的一些举动的。哎，那对于保卫者这边，可能就会有人比较急，想直接尾随 B 的。因为选择了这个空时间嘛，你后期的一个进攻时间空间确实被压缩的有点难受。你在包点的这种搜点上，会去做取舍的。是的。还是持续的这种中路以及肥口的一个控点。就看一下。第一步要先往哪边走了？刚才亮亮教练的话是说想让这边 DO 来，小雷来了，一枪尝试。哦呦，两边又是一次照面，草莓真的是不太虚的，是的，就是迎着打。后续回小坑，小坑这个点位来说的话，看看道具，蹲起位，正面第一枪先空了，后续抬头，这一枪也是比较极限，直接解决掉了。哦，换了一个身位，但是位置是被知道的，正面再收一个，第三枪没能开得出来。那这样的话，大坑的位置能不能清得下来呢？曲子在大坑的位置并没有换到人，那这样的话，后续形成了一个二打三的 A 包点回防。是，分割战场之后就能看到成都 AG 这边的一个小团体的一个爆发力。拿到 A 爆点控制之权，那控制权之后啊，三打二，看小杰这边的一个悬点就留在了悬梯。没错，血量不多，自己可以当那个最后一环的托底，但是大坑位的 DO 是个残血，这颗手雷没能扔过去啊，会不会成为伏笔呢？两个残血的情况下，这边小杰照过来了，主动出击，也是帮助到成都 AG 化解了一些中残局当中的麻烦啊。是的，久久等不到小道方向的回防者，选择主动出击。4-1的分数。这样的话，上半场目前对于成都 AG 而言，这个比分已经拿得很舒服了呀。对。但是确实啊，这个连接方向，包直接往包点夹，依旧是这边进攻的一个难题。是的。再夹它，就舒服了。不要你，因为你扔一个书房烟，扔一个连接烟，啊，你就扔一个挡不上。书房屋主的，我们进他家。我刚意思就是你给书房烟，我现在闪都秒一下，我直接进去了。你这点啊？如果摸上去的话，就不直接夹，去溜达一圈再夹啊。只要大哥你去架好就行。我想进去。来去吧，再一下大哥。那我丢烟，我丢烟，你们去。啊，去。我在飞哥，我在飞哥丢那个烟。那谁来吧，谁来吧，我叫你进来。那我就不给闪了，我只留一人，我不给闪。小雷来了。
来来来，那就直接夹 B 吧，丢直接去 B。啊，那我去丢上去了。不不不，你就在这儿。开完，行。你跟团，你跟团。我不懂。没钱，走走走，先贴先贴。我看你第二了，第二了。一下给我传一下。看一呗，看一。不让加看，两百二十四，十个二点，正面第一枪还是非常稳定啊。来，一起拉走。他的全点还是有机会的，能再打一个反闪，自己还能保命，主动出击，看到两个人，自己身位再回来。虽然说吃到了一个道具让出枪位，但是这边草莓的刷屏能力非常的强。第二时间，景家的这波阵地战打赢了。没错，这边草莓的发挥依旧是非常亮眼呀。连续的尝试连接位置，虽然说对于成都 AG 来说也有拿过分，但是也有丢过分。嗯，但是草莓的个人手感是目前来说非常好的。是，目前的话10-5的一个数据，也是全场的一个 ACE 啊。4-2的一个比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其实草莓每次的一个选点都是比较激进的，对，都是那种非预瞄点，你能站在了一个马路上的一个位置。对，你能通过他的这种选点感受到他的场上这种对于自己枪法的这种自信。没错。那另外一方面，成都机这边亮，又是叫了一个暂停。闭门不要，闭门不要，先去。OK， 钢铁，人家钢铁。二楼炸了，二楼吧，飞二楼来。闹走一了。不是拿的牌吗？可能贴了。小龙两雷没贴，没贴，小龙两雷，小龙两雷。啊，那没贴，那我真是看你这了。别飞二楼了，撤。别飞了。我看雷进了，跟我叠一了。我在比黄方。闭着眼算了。这样，丢你的黄方带我们排出去呗。嗯。他也不在那儿啊。继续跟着他，你跟他一照面我们就出。我都想到了。那我也都想到了。这个黄方靠，等一下，丢带着劲儿要排，但是这个位置曲子主动出击，打了两个半的人，那这样的话二楼不太好飞了吧？还要尝试。草莓这一次是出现了空枪，来到一个三打三残局。看了第二时间，选一个小雨，哦，找一圈，找之前小杰出现过的身位。选二楼，这边三号位小雨是绕了非常远一圈去找。下帮，下帮自己帮啊！哎，不知道你俩都在看哪个？二楼敢放出来，二楼敢放出来。这波手包就看看大坑这边的一个交火情况了。没错。小心闪光，小心闪光！闪，正面直接来，但是这边华仔也吃闪了，两个人卡住了呀，有点尴尬的情况下。两边形成了一个一换一，大坑知道还有人想飞下来，但是这边宇大帅和欧的配合没给你这样的机会，后续还是出现了一个脱节的情况，小雨收掉了欧，一打一残局，时间并不是很多了。没错，你不拆包我不去，自己也不着急勾一下，最后宇大帅也是比较沉稳的拿下了这个残局，是给这个残局也是画下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这一次是一四二主动求变，是选择让草莓的这个点位来到了大坑，但是这次出现的一个空枪成为了后续的一个比赛的转折点。对，因为其实曲子在黄方口第一时间收获了两个击杀，这边非常非常不错了。没错，5-2的一个比分。今天成都一季对于这个 B 版区其实欲望并没有说特别强，对，可能就是前几分的时候做过一些尝试，前两分。还是空，依旧是没有一些轻币的意思。嗯，其实前期的话，在第六个回合之前，都是一直打的这边 E-Star A 的两个主防步枪手非常难受。没错，前六个回合，两个步枪手仅仅收获了一个击杀的。三号位的小雨现在又是回到了连接附近。嗯。草莓这边是选择来到书房，小雷来了，选点还是比较有多样性的。
青中路慢排上来，看看小坑以及连接拱门里这样的一个交叉火力。小道这边有一些交火，二楼的位置知道你来探了，有白门王爷放。另外一边连接怎么说，什么时候动手？连接有草莓这边身位已经挪出来了，正面先被加倍给解决掉，同时这边小雨也被收下。这种情况下大坑的位置曲子也没能换到人，只剩下主 B 这边的华仔了。是的，加倍99。这边确实啊，一旦是打双狙这样的一个战术，你的 A 区狙击手失去了手感之后，确实就会很被动。太快了，我操！不行，下巴到点还是去贴 A 一去，不用太小。中路还是那么上的，他叫狙魔。哎，那样事儿吧。草莓一会儿我回来，我给第二个烟。一会儿回来，草莓放二，第三个烟咱贴的时候，草莓缺A柱子加小道，然后你们左手一个， okay. 左手一个，右手一个，啊，然后我缺A背着闪，还不是没白吗？俩放假。通过上一份的一个局内交流当中啊，小雨也是跟队伍提了一些建议。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就是前面的几分，尤其是连接这个位置守住的一个关键节点，就草莓这边不空枪。对。但上一份我们能够看到一 star 整体的一个阵型，依托的一个点就是草莓这边必须要拦住一口，连接那个位置的人才能打得更舒服一些。对，我们回想一下一 star 这边其实拿分的一个状态，包括成都 AG 这边上中路他们的一个交火情况，就是草莓在第一口拦住了人，然后后续变成了一个对于一 star 整体来说比较良性的一个换人的一个阶段。没错。这样的话比分来到6-2，也是来到了上半场的最后一分了。嗯。看一下草莓的一个选点，要来到 A1 包点方向的这个柱子后来直架这边的 A 小道。这一次成都危机会不会再上这个外围呢？小兵的话是取雷，然后中路左右手一旦发生交火之后出这个投掷手雷，然后出去补枪。这步枪手压力是大，包括小雨来说，其实他更多的一个人头也是在 B 包点这边方向去收获到。没错。中路给你喝闪，后续大部队直接要在 B 板去，同时五号位这边华仔是直接退回到包点的，中路横拉了一眼，发现没见人了，是要有时间赛跑。成都 AG 依旧有转点的一个选择性，来看一下给道具。这样的话，华仔这次身位在包点，在三箱之前，小雨比较爱站的位置，小道的位置先拦住一口，小兵打一个包点的位置，华仔再收一个，小兵拿到了一波双杀，自己还能保命，烟雾里再打掉了小杰。上半场的最后一分，这边小兵是终于找到了手感，拱门第二时间横拉也是收掉了丢。这样的话，上半场的一个比分锁定在了6-3。没错，成都 AG 这边依旧是掌握了比较大的优势啊。是潜伏方拿六分，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答卷了。那现在攻守互换之后，考研一 star 进攻方的压力将会变得更大一些。嗯。其实开局那个暂停当中啊，小雨一直在交代的一个点就是，就把自己的枪管好，就正面的枪法第一时间是不能虚的。是，来看一下实时的一个胜利预测啊，这边的话也是一个7-3开。没错，来到下半场之后，欧这边也是拿起了自己熟悉的这把狙击枪。那就来看一下欧这边也拿狙，选点的位置也是偏向于连接方向。对。回到肥口这边要进行地通方向第二时间的一个反清啊。丢，正到脚步，烟雾里一个，后续近点拿手枪换了比较多的一些残血。我是于大帅想混烟雾吗？正面烟雾没散开，先被瞄到了呀！手雷来了，这个点位有点拖拉了。是的，出了一些问题。这个操作其实有点掩耳盗铃的感觉。嗯，小道的位置，
收掉的是包匪，是的，小兵这边看看潜伏者手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烟雾道具了，那这杆狙要怎么解决呢？这个位置我干脆直架正面拼反应再狙一个。好，在这边华仔先把 O 给收掉。这小雨这个点位死亡视角最后一发，最后一下应该是有看到的。锁定位置出现空枪，草莓这边被打成了一个残血。嘉伟23发子弹，对方两个人的位置也是大体锁定的。看看嘉伟的一个选择，会不会主动出击先打一个呢？还是借助这个掩体进点蹭，先把草莓给解决掉。另外一个人就在三枪附近，也打成了一个残血。还是包点的穿射，谁能笑到最后啊？一滴血，这边的一个血量，华仔今天在残局上真的是有说法的。没错，自己对于自己的枪法是十分的自信啊。在一滴血的情况下，我们从刚刚嘉伟的视角能够看到，华仔是稳步向前推进的。确实，今天意思大。无论是华仔也好，还是草莓也好，两个狙击手的发挥确实非常非常亮眼。没错，下半场第一分E-Star成功拿下之后，来看一下后面的一些进攻思路要怎么去运营。慢排中路，队友都在接。OJC 的一个选点，选择架了一个二点，没错，还是封上了一颗连接烟雾。这次架点和之前草莓的位置不太一样，它是站在箱上的。它这个点如果连接上来打一枪，立马往小坑钻，甚至是能回到这边的一个包点。伏臂的人现在也回来了。A 一的位置要直接发难，小杰这个点位已经变成了一个名牌，补到小坑，不让你过点，手里还有道具，告诉小杰埋头就可以了。另外一边，二楼 O 已经去带这个点位了，但是草莓的枪法也是异常精准，同时 DO 主动出击，先被发现位置的情况下，是连跳的过程当中带走了华仔啊，但是自己也是被打了一枪脚，血量并不是很多，小坑方向全是尊重，全是烟雾弹。这个残局回防难度依旧非常的大。没错，一个大坑，一个偏向于包点，死点箱的位置，小兵胆子也是很大，直接就是一藏大坑，先有发现，知道 DOO 就在小坑的位置。是，这个时候对于小兵来说，世界与我无关。没错，草莓你来拿信息，我来兜底。包点只要不过人，小兵这个位置大体是不用动的。这样的话，时间已经不够用了。这样的话，伊斯大再扳回一分，比分将会来到5-6。完成任务。这样的话，攻守互换之后啊，来到进攻边的伊斯大是连续拿到了两分。进攻上这个双狙打的是依旧不错。还 A 还听啥呀？抢一下第一枪位。说话呀！干啥呢？他明知道 B 没来，还听什么 A 呀、？B 还都没打跑，都在外面站着的。中了道具上的啊，连接压根中了串串。还扔了道具告诉你上了 ，B 没来。给烟，给烟，给烟。来吧。有信息还要听吗？那不切到铁板上了。我不打。打啥玩意儿？三个中路，一个黄蜂，一个二楼，上吧。李大帅，你别在里面藏着了，你就出去跟他干，要不你就去，要不你就去。好好好，你就封烟了。别想那么多。小心闪光！中闪了，中闪，中闪了，别闪了，别来了，别来了。哦，正面先打一个，给道具，回到小坑，同时这边，李大帅收了很多的过路费呀。嘉伟这边完成补枪。这次的话也是掉落在了连接方向，这个阵地战。咱们家，我家死了，我操！先回去打 B。连接我的。我是二楼的草莓，这边怎么办？嘉伟这边还在帮忙带看，只剩下华仔，最后也被嘉伟这边带走。是。这个通过刚才这个局内交流啊，能够感受到这个亮亮教练他的威严性。不过说的确实是一针见血的。就在这样的一个防守来说的话，B区没有拿到任何的一个信息，那你就得默认他是
处于中路近点的一个状态，是是，确实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必要去进行第二时间的一个反清的。今天这场比赛啊，就有点，就对于成都 AG 所有的选手来说，有点像大考之前的这个答疑环节，就这样的一个状态。就你有什么问题，你就现在就赶紧问，就赶紧犯，犯完之后，我给你这个去解答一下，抓紧时间来到这个季后赛的一个模式。手雷来了。哟，举刀去拿信息。这已经到近点了。赶紧放脚下保命烟。抬头看闪，迟迟没见道具。宇大帅这边的一个选点就在小道的一个方向。丢这边的话是直接要选择补向 A 区，因为自己的队友手里还有道具呢。他这个烟雾弹来看，封的稍微的有一点浅啊。给道具还没进 ，Star 这边中路又横拉了一眼，草莓另外一边传来捷报呀，二楼的位置是终于空掉了，嘉伟，空掉了这边你想拿信息的人，那你现在 A 区的这个防守也不敢乱动 ，B 区完完全全交给宇大帅，没错，自己在孤立无援的一个情况下，看看宇大帅躲在三箱，先藏一排被穿了一枪，正面能不能想办法换人呢？换到了一个。后续拉出来，知道台下有人，打了一个半血，同时这边 DO 的过点呀，也是还你颜色。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一个二打三，对方有两个残血，但是成都 AG 这边最后只剩下一颗道具了。小心闪光！来看一下闪光给出来之后不太好动，现在两个方向都是有烟雾弹的。等这颗烟雾散时间可能有点久，两个狙击手抱团都来小道。正面第一口杀意感知，先把 B 大的位置草莓给解决掉了。台下这个点怎么办？看看 O 第二时间没有办法。哎，小斌也是收获了最后的一个双杀。没错，这一分还是在比赛中后期成都 AG 这边的一个判断。哎，依旧会觉得可能大部队 Estar 这边会来到 A 半区。其实这个就是你进攻方打双狙他们的一个比较有针对性的一个安排了。就是在悬梯这边正面给你摆一把局，你 A 小道一旦打想拿信息，你必须倒在我的这个预瞄当中。没错。B 区方向，这个隔断烟给的还是比较早。小心闪光！顶烟要来清。哟，正面又要拼个人能力吗？打一个给道具，自己赶紧回去。A 区的防守阵型也在做出改变啊。三号位小杰虽然说没有后续了，还是补回到了这个 A 区，B 区。A 区的话，来看看。双狙排点上中路。三号位这边小杰已经在往 B 包点赶了，嗯，同时嘉伟这边配合 O 两个人是落了一个双大坑这样的一个站位，外环的位置已经上人，烟雾弹这样的一个进攻 ，A 一方向的隔断烟给上不太好出啊。第一时间 O 先解决掉一个 C 四还被击落，同时五号位这边宇大帅要解放 B 大了呀，那这种情况下 ，Estar 又要怎么办？困兽之争。外环的位置 ，DO 也是解决掉了华仔。这个时候就是尽可能的拿信息保命。中路这边宇大帅马上就来正面战场了。只剩下小斌，位置也被发现，最后也被宇大帅带走。那这样的话，成都 AG 再拿一分，又是8-6的一个分数。确实，在担任这个进攻方啊，这样的一个狙击排点。挟持一下，尤其是自己的队友步枪手有倒地的一个情况下，正面对这个剩下的两个步枪手特别的不友好。没错，而且最近很多的狙击手都喜欢站在 DO 这样的一个位置嘛，嗯，就是第一是可以规避到你想清 B 大给的常规的那颗烟雾，对，你是架枪的一个烟位；第二就是正面用幻神和酒吧，可以自己的个人能力能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彰显。
在必通这个点位啊，无论是九八 K 也好，还是幻神也好，再加上手里的这个第二生命的这个科尔特，确实能够给潜伏方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反清上的一个麻烦，还是给清点道具。但这次 DO 是站在了一个偏向于后点的位置，还是拿信息等出来这颗手雷。那这样的话青 B 大要直接执行了，而且这次立马就把闪光释放了出来。是的，哎，看一下这边直接要打进点了，于大帅直接拦两个三箱，丢第二时间出现了空枪，被顺利的补掉，来到一个三打三反局。草莓手里还是有烟雾弹的，小刀的位置要直接来吗？欧这边给刀具，两三个人小刀要直接来，正面第一口先被打成了一个残血，但是欧一局带走了一个，同时拿到双杀，最后华仔就在三箱最边上，这边的欧血量不多，两边的狙击手正面的一些对弈还在试探，两边还在绕，就在三箱的位置，欧身法来到高点中箱上，最终是找到了华仔啊。是，虽然说这个残局当中啊，我们通过华仔的视角能够感受到胜利的女神一度站在了他这边，但是欧他没有任何的畏惧感，主要就是这个身法的变化是没在华仔的预期里的。对，而且其实他通过这个大箱，你去拿着手枪横拉，这个你面对手感正佳的这个幻神，这胆子真的大。这样的话，成都 AG 已经顺利的来到了整场比赛的赛点，比分为9-6。A-Star 这边想提速吗？草莓这边换上 QBZ 要飞一次二楼。那现在整体来说，二楼方向的话是交给到了连接方向的，应该是这边的一个支架。欧在小坑铁板上看到道具了，怎么下呢？没道具，看到有人，还有第二张坑狙一个，没问题，先拿手杀自己的队友。哎，反清草莓打回一个人头，配合着华仔乱战之后来到三打三。这包匪这边还没有过点呀，而且目前的一个交火情况拿到了关键信息，草莓这一把是选择了步枪。没错，对方没有狙的情况下 A1 这个位置哦，一点点空，知道有狙，草莓这个位置还是一个架枪位。二楼于大帅已经准备就绪了，后续占了一个双大坑，远点的位置给颗闪 ，A 的位置再给压力，同时 O 这边还有一颗闪，近点的位置 O 这一枪反应太快了，这个双大坑呢施展的情况下，二楼的位置于大帅先飞下来，解决掉了一个，只剩下小雨自己，一打二的局面下，20多秒的时间，远点的位置 DO 先被解决，但最后 O 手下一发精准入魂，帮助到成都 AG 解决掉了敌方最后一人，那这样的话，这颗 C4 可以成功拆除，我们可以恭喜成都 AG。